王千涵，你不应该哭，为着囡仔，爱振作起来。嘿，天气真寒吼，哇，看你安尼赶紧来避避煞，是毋是赶紧要出门，啊，无穿个鞋啊？啊，你啥物时阵来啊？拄到，啊，就行后壁就看到赶紧来避避煞。 就这样，我会当哦，收你的暖包啦。我看你有需要，上个温暖时阵，随时都当来找我。嗯，多谢你。嗯，看起来确实是真温暖，啊，不过我必须要靠我家己提出勇气去面对外口冷冰冰的世界，我袂用得阁靠别人的帮助啊。 我若希望讲啊，你需要休困，也是想要喘口气的时阵，我会当予你支持，予你力量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？哎，我会晓接受别人的好意。啊，那安尼，你手头照顾，外口确实是真冷，我赶快去饭店请假，才有法度照顾子瑜。啊，等下子瑜爱做检查，我惊我无陪伫伊的身躯边，伊会惊，敢袂用麻烦你替我陪伊。 无问题啊，就是讲这几天哦，拢无好好休困，连面请假请完哦，你先回去休困啊，看完再过来哦，交同我拜。除非你认为我讲我无在，一定要讲家己来照顾我。我当然相信你，我嘛知影未来这段时间会足辛苦的，啊，不过为着我的查某仔，就算安怎辛苦，我嘛会坚强面对。嗯，啊，敢有其他的代志？ 我也无想要变成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妈妈，所以请你给我勇气就好啊。其实你真正无需安尼的。既然我选择做一个单亲妈妈，我就要负起所有的责任。这一定是天公伯的安排。我这个拄着千海母仔囝，嘛当给伊家己子孙有机会。 搁转来咱叶家，啊，亲爱，啊，你敢真正无啥话要甲我讲？关于伊囡仔伊，哦，对啦，至于伊足惊疼的，万一做检查的时阵需要打针，我有在伊上爱食的糖啊，放伫咧拖仔内底，你会用偷偷摕互伊食，啊，毋过。 一届干那会用得食一粒包，那这个我，无啊，就干那几项，我今日就转来。